关键哦。再吃一口，我觉得算 OK 的。哇，怎么会有刺啊？这有点小过分了，就是这应该要去处理掉会比较好。通常会吃到握寿司的，我一定是一口，我嚼两下我就吞进去了。如果有人吃的比较随意，直接吞了怎么办？如果是小朋友吃刚那一罐就直接进去了，这是比较严重的，这叫定海神针。日前网红戳一星批评超哥店内的醋饭难吃，两人爆发冲突，引起社会关注。好奇到底味道如何的创作者 Andy 于喜也立刻来到超哥店内品尝并发表看法。有在这个价位上可以啊，试一下生鱼片的部分蛮好吃的有在水准之上啊，说实话。他刚刚说这盘多少钱？三百二 OK 啊，怎么不 OK？ 住的其实比外面很多东方店来的好吃，一个是超派五二零栋，一个是超派吉上栋，这520是620，这价格蛮 OK 的，不会觉得贵。付一个虾味的，一个鲑鱼的，关键哦。再吃一口，我觉得算 OK 的，挺粒粒分明，它没有所谓的黏在一起。他那天是快打烊才来吃嘛，对不对？醋饭这种东西其实很有趣，它整锅整锅煮，要在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拌一大锅，分成三到四桶，或者是直接集中在同一个容器。锅底饭是尽量不要去用它的，会导致说可能黏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620的汤，我会觉得可以再多一点点生鱼片类型的，再多个1到2片，会让人感受更舒服一点。但其实没有什么能挑的啦，毕竟这个价位，这个地段，延吉街开什么玩笑？我高几率是认为那一天快打烊了。一间店在运营，可能有老板、有店长、有副店长、有员工嘛，他可能要占很多位置，有外场、有内场、有结账的，有切生鱼片的。我们是老板，我们一定是放的最高最高的标准。但是你说员工真的有可能把每一碗照着老板的思维跟店长的思维呈现给客人吗？不这么认为，员工一定会标准不够。那可能 POS 就是这么刚好去吃到了那一次有状况。520栋哦，1、2、3、4、5、6、7。天下很多是牛肉冻饭、海鲜冻饭，它其实就是要让你一次吃到感觉很澎湃，但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跟造化。如果你要太多的造化跟用一些比较高级的手艺去评断它的话，就变得来说是不公平。你应该去吃板前寿司，而不是吃冻饭。鱼肉 OK， 醋饭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醋用的不少。然后应该有加一点梅子，微微的微甜这样子。现在比较期待握寿司啊，非常丰富哎。这一盘1200，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啊，1、2、3、4、5、6、7、8、9、10，10罐，非常合理的价格。我其实本身是不太吃鳕鱼干的，不太鳕鱼干算 OK 咯。这有点小过分了，就是这应该要去处理掉会比较好。通常会吃到握寿司的，我一定是一口，我嚼两下我就吞进去了。如果有人吃的比较随意，直接吞了怎么办？如果是小朋友吃刚那罐就直接进去了，这是比较严重的，这叫定海神针的。这一盘10罐1200，我觉得非常合理。如果你要用板前寿司的标准去评量这种店的话，来得不公平。它就是一整盘捏好给你上。如果你要去很精很细的去评量握寿司这种东西的话，一定是师傅捏好，你10秒内你就要吃掉，这才是它发挥它最棒的口感跟温度。那既然今天它是用这种方式呈现，你就不应该用过高的标准去评量它。它鱼肉新鲜，饭量合适，醋饭味道 OK， 东西是好吃的。总结评分来讲，这样子的地段，这样子的食物是可以被接受的。那比较难过的就是在用餐的过程中吃到这个鱼骨头，吃到那个刺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点小纠结啊，在想要不要就是跟服务人员讲。那我又很怕说，比起吃到刺，我很怕超多的铁拳。我已经健身8个月了，应该是能抵挡得住那几拳。那他们也很客气的，就是说，这事情不应该发生。他把整个 10罐寿司的钱都退给我，那我是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啊，想说退一罐就好，那他还是帮我全退了。之后处理的动作是非常值得让人满意的，我也非常的开心，他们面对事情没有逃避，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